位观众，新年好，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春节特辑，我是黄嘉华。春节期间带您欣赏具有文艺气息的新片。美国电影《派特森》描述热爱写诗的公车司机每天穿梭在城市中，将沿途风景写成令人动容的诗篇。另外，惊悚电影《分裂》是《灵异第六感》导演奈莎·马兰的最新作品。男主角凯文被诊断出拥有23个人格，甚至还有一个人格没有显现出来。凯文为了在人格战争中求生存，不惜绑架3名少女。Hey, pardon me, sir. I think you have the wrong car. 好莱坞惊悚电影《分裂》是《灵异第六感》导演奈莎·马兰的最新作品。故事主人翁凯文有至少23个人格，在人格战争中纠结。有一天，他竟犯下绑架案，被掳的3名少女必须从凯文反复无常的个性中寻找可以帮助他们逃生的人格。本片由英国男星詹姆斯·麦艾维主演，诠释主角多重性格，挑战演技。You drive the bus, right? Your name really Patterson? My real name is Patterson. 美国剧情片《派特森》由独立影片大师吉姆·贾默许执导，故事主角是位公车司机，名叫派特森。他住在纽泽西派特森市，开的公车是派特森线。他每天以固定路线往返城市，却不觉得厌烦。热爱写诗的他，透过窗外的风景创作诗篇，享受人生。本片男主角亚当·崔佛曾经饰演《星际大战》7部曲《原力觉醒》大反派凯罗忍，这回放下光剑，手持方向盘，带着影迷来一场文艺之旅。大好きなリエちゃんと離れ離れになってしまった迷子の黒猫。日本动画《黑猫鲁道夫》改编日本同名畅销国民童书，是日本最有名的流浪猫故事。黑猫鲁道夫这次为了逃离鱼店老板的追打，意外跳上货车来到东京，认识了街猫老大可多乐，跟着流浪。但这个猫老大却似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本片配音卡司邀请井上真央、铃木亮平等人气演员加持，增添卖点。中社综合报道。各种动漫角色活灵活现聚集在这，每一位装扮超吸睛。农历大年初六，台北国际动漫节在南港展览馆开跑，不只是民众自发性扮起漫画角色，展场出版商也以动漫人物 coser 吸引粉丝目光。趁着年节，店家也推出限量福袋，不少粉丝一早就来排队抢购。6点到。有。点兔的，很可爱，很萌。人挤人啊！你每天都有吗？去年跟前年都有了。尽管春节连假才刚结束，但漫画展期是逢寒假尾声，参展民众疯狂扫货，花钱毫不手软。每年都有不一样的东西可以逛，内容物都不一样。对，就每年固定都会来。想说存到一次来这里买比较快，然后有满额赠。由于去年日本熊本大地震灾情惨重，中华动漫出版同业协进会则代表捐出10万元复兴基金，特地来台受赠的熊本熊在展区和民众相见欢，互动模样超逗趣。今年动漫节特别展出日本馆，引入各式日本动漫文化元素，并推出 VR 体验专区，让民众感受不同形式的动漫展。今年很多那种科技的东西会在这边摆摊，然后以前就是一些单纯的动漫画那些的。另外也特别架设舞台区，安排多组日本 DJ 歌手和声优劲歌热舞，预计在展期穿插歌舞表演，震撼台湾观众。主办单位也预估参观人潮可望突破38万人。中央社记者洪黄君、吴依林台北报道。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校园爆发示威冲突，由于支持美国总统川普政见的极右派新闻网站编辑亚诺波洛斯原定到校演讲，要宣导川普的反非法移民政策，引发反对派学生不满，发起示威抗议。原本上千名学生手持抗议标语，但部分学生情绪激动，甚至开始砸门窗玻璃、掷爆裂物，还点燃烟火。身穿防爆装备的远景则以催泪瓦斯回击，场面一度混乱。What about this guy? You know, people are saying he has a right to speak. I think we have a right to say that we don't want him here.Certainly don't appreciate the views of Milo Yiannopoulos, like a lot of people on this campus, yet I appreciate the importance of free speech and free rights. Wha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here is that the violence that is occurring and the individuals that are inciting this violence, I don't believe that this represents the majority view of the student body.过去亚诺波洛斯曾在社群媒体发表歧视性挑衅言论，引发不少争议，他的推特账号还因此遭到停权。而亚诺波洛斯在伯克莱分校的演讲因为学生抗议，在开讲前两小时决定取消，校园也随即进入封锁状态。中社综合报道。中央社记者曾，中央社记者雅加达，来自美国首府华盛顿的采访报道。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将近30个据点，分布5大洲，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嗨，大家好，我是 Lamigo 桃园队杨代军，祝福中央社读者们新年快乐，吉祥如意。Hello， 大家好，我是同一师苏志杰。祝福中央社读者们新年快乐，吉祥如意。教堂里信徒祈祷，有人摸神像忏悔。在菲律宾以天主教信徒居多，哈尔镇里随处可见教堂建筑，其中西班牙建筑师设计之间拥有100多年历史的图尔的圣马丁教堂，吸引不少民众前来朝圣。广场上还插着亚洲最大天主教教堂的标示。I've been around Asia myself, and I have not seen one as big as our church here in Taal. And if you look inside, it will be like 5 churches in one. That is how big it is. 这间教堂长88.6公尺，宽48公尺，相当于10个 NBA 篮球场这么大。中殿高度将近15层楼，是塔尔镇镇民感到骄傲的建筑物之一。教堂外观装饰，正面的24根圆柱也非常壮观。而原本设置左侧钟楼的大钟，在1942年一场地震，大钟坠落，现在则摆放教堂前供民众观赏。厉害的是，这座教堂不但最大，据说也很灵验。教堂神父马德朗拜言表示。文件记载，曾有小学生看见图尔的圣马丁在云端骑马外，也曾发生很多奇迹。That because of our patron saint, this town has been saved from the bombardment by the Americans during the last World War. That's why, among all the towns of the province, this is the only town that has very many old.Houses. 被列为国家古迹地标的小镇，还有另一座有趣的凯撒塞圣母教堂。菲律宾天主教徒认为里面的神像是圣母玛利亚，但华人却视为妈祖。每年都有信徒组团前来进香。透过宗教因缘，全球唯一具有双重身份的神像凯撒塞圣母，也拉近了华人与菲律宾人的距离。中央社记者林行健，哈尔镇报道。奇岩怪石散布海面，清澈海水媲美四川九寨沟景点。位在菲律宾西部的科伦岛，有号称全菲律宾最清澈的湖泊，游客带上蛙镜饱览海底丰富生态，还能一睹二战时期的沉船军舰，让科伦岛成为潜水爱好者的天堂。We have documented around 10 to 12 shipwrecks.These are shipwrecks which were sunk during World War II when the Japanese fleet
was sunk here before the end of the war. 除了海底世界，科伦岛的陆上景观也独具特色。各路好手挑战720阶的好汉坡，登上塔普雅斯山，小镇风光尽收眼底。It is a small town, but we are growing.And we have visitors already and a lot of Taiwanese businessmen. So come and visit us. It is truly an adventure to see Coron. 科伦岛早在2007年被旅游杂志票选为全球十大潜水景点，从捕鱼转型为观光产业。不过仍保存淳朴原始的风貌，吸引游客来趟大自然之旅。中央社记者林行健，科伦岛报道。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新年快乐，鸡年一飞冲天。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我是黄家华，我们再会。